你啊，来，啊，真，你若要爱办物件，我可以唔过。那是讲包哦，爱话者做你讲，提顿哦试试食。啊是讲哦，你无闲哦，办无闲，身体嘛爱顾呢。唉，无法度啦。啊，实在即摆哦，拢咧无闲带客户咧看厝啦。啊，我吼，啊，规工在咧催遐工人，赶紧哦，叫伊把我的卖场完成啦。哎，有当阵啊，无闲，甲连饭拢无得食咧。唉，对啊，阿姨。嗯。啊，我听讲即摆你迄工程，想爸爸咧甲你斗相共哦。嗯。阮大哥因为你找爸爸斗相共，伊个就无欢喜哦。唉，讲起可怜只样，是糟糕无礼貌，根本都无甲阮遮是大囥伫咧眼内呢。啊，先是周董文章跟恁爸爸来搞斗相共，知影无我都讲啊，喂，搁甲我呛声嘞！人咧讲啦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啦，即摆冲哥已经彻底悔改，知影袂当搁替刘佳瑶斗相共啊！再讲嘞，这刘佳瑶也是唔通悔改啦，真正是无友谊啊！哎，冲姐，啊你若有闲，你嘛少甲恁囝少苦扛者，叫伊靠站站嘞，莫愈来愈超贵啊！你那大汉啊，我嘛管袂叮当啦，即摆我敲电话伊哦。你知我要甲念啦，唔是唔接，就讲你无闲，我真正无闲法。我甲你希望明早就去搁醒，莫去做出伤害别人代志就好啊。嗯，嘛是啦，之前哦，伊甲冲哥感情这么好，啊，伊讲话拢无咧听啊，何况是别人讲的。啊对啦，啊恁最近敢有甲冲哥联络？有啊，我常常吼拢会甲我爸爸讲电话哦。哎，若是无闲哦，我嘛传简讯啊。阿姨，你有什么代志哦？哦，啊无啦，啊我们就找迄玉莲哦来包阮迄卖场的熟食区无？哦，人伊原本真欢喜呢，只要答应啊，佫随摕迄企划书来互我看啦。啊来时哦，拄好去拄着冲哥，啊伊知影哦，冲哥是阮迄卖场的主任，刚来主任了哦，嘿，全无欢喜，讲唔爱做啊啦，外头做伊走呢。看起两个离婚了哦，嗯，敢若连朋友做袂成。玉莲阿姨因为阮爸爸放弃遐尔好赚钱机会哦，嘿，妈妈。钱不爱赚，这不参照有人阿姨个性哦。我听小飞你讲啦，即摆有人餐厅哦，生意愈来愈好啊。啊，加上小飞结婚啊，倒来陪伊，我咧想讲应该是无想要做阿兄弟，才会记住你。嗯，你讲咧嘛对啦，人有人即摆哦，餐厅生意这么无用，啊，佮有早囝囝婿外孙咧陪伴伊，这年哦，应该过得真快乐。哎呀，冲过都无同安尼，啊，伊遐工人哦，拢等于过年啊，剩一箍人啦，嘛唔知影哦，有饭好食无，小够可怜。啊，你若感觉伊可怜，无你甲撮汤去恁家食饭啊？嗯，你讲什么生笑？你我这个外人约伊哪会对啦？你是伊囡仔的妈妈，你阁是伊的前母呢？都是啊，你去约伊倒来食团圆饭，唔才对。我还搁讲倒转来啦，然后我搁安排啊，虽然是离婚啊，不过翁仔某一场，我嘛应该要存一寡素材来去看伊才对啊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别讲，我先来走，我搁有代志。好啦，多谢你的包啊，再见。这里哈，拜拜。妈妈，妈妈，啊。啊！你是安怎啊？戆神戆神，你是唔甘你的包啊，还是咧想我的爸爸？我哪有啦？嗯，哪无？啊，拄拄讲吼，慧娟阿姨讲爸爸足可怜的，过年一个人，阁无饭通好食，你又开始细心啊，阁讲你无？唔是安尼啦，我是咧想恁大哥的代志啦。愈来愈无听话，你即摆连恁爸的话嘛无咧信道，我是咧惊讲以后唔知变作啥物款。哎呦！大哥，遐人都无救，这同人知啊，想伊要创啥？你有时间想大哥，特别有想看卖啊。我可怜的爸爸，一个人过年，哈尔寒，阁无物件通好食。卡叔讲过年时阵，爸爸会当当来找，干做伙围炉，食火锅，烧火火，一直足温暖的。妈，你讲安怎？我感觉无妥当啊。安怎讲？我甲恁爸离婚哈尔久啊？啊，之前你阿妈在的时阵，人嘛是招因去边食饭啊。我讲今嘛，今嘛吼，我甲你讲，拄好，阮爸爸甲玉莲阿姨已经离婚啊，咱有招伊倒来出来食饭啊。无得卡，你甲爸爸都会回想迄个初恋的滋味。你是咧胡白讲啥？什么初恋的滋味？我跟你老爸哦，一世人无可能复合。啊，我
妈妈，世间上无啥物代志吼是一定的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即马你甲爸爸两个人拢是单身，就算是普通朋友，做伙食一饭嘛无相。我惊讲恁爸爸来家食饭哦，会感觉足难料。哎呀，妈，我是爸爸的囡仔，阿姑是爸爸的好兄弟。你敢有听过人讲，甲家己的囡仔阿姑兄弟食饭会感觉难料的？我是感觉，伊那是、哦，我是感觉，我的人生就可怜，自细汉就无爸爸陪我食团圆饭。阿哥，我爸爸今嘛一个人，遐尼啊孤单，过年无物件通食，可能就伫你工地泡面配罐头，爸爸哪会可怜啊？妈妈，我甲你讲，人讲新年新希望啊，我今年吼头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的爸爸会当陪我食团圆饭。妈妈，你应该实现我愿望哦。阿哥，我想一个啦。阿爸娘，咱用一个上公平的方法来决定，咱来投票，爱上民主啊！我打电话直接叫伊登来投票。啊，没哦，拜托拜托，莫安尼麻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你甲恁爸叫登来一饭啦。耶！我一个妈妈是全世界上好的妈妈。啊，不过偏好势哦，你爱甲恁爸爸讲哦，讲是你要找伊，不是我要找伊登来一饭的，我是惊讲伊会误会。啊，那是误会，安尼上好啦。哦，无啦，妈妈，我是讲哦，我一定要甲爸爸讲，你就希望伊转来啊。啊，若无爸爸，伊会想讲无得卡，你就勉强，还是你无愿意，伊就无甲转来。嗯，你来这条底啊，讲愈故意啊，我够急。我话你讲哦，你绝对爱甲恁爸爸讲，是你要叫伊转来，不是我。好，绝对甲阮爸爸讲，阮妈妈讲叫我甲你讲，是我要叫伊转来。点，你来这狗的，就是这狗的。